Hello， 美丽佳人 TV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Olivia。那这张专辑呢，比上一张是完全不一样。曲风是比较愉快、甜蜜、活泼的。那里面也收录许多我自己的创作，还有跟制作人一起创作的歌曲。这次也是有新歌。那整个专辑的概念就是以 romance， 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有一些就是看起来平凡的事情，那但是如果你用乐观的态度来面对这些事情，其实平凡的事情是看起来是浪漫的，所以专辑名称叫做 Romance。 其实对我来说，整张专辑 Romance 是我的 baby， 因为从头开始，从选歌、写歌，然后制作、编曲，一直到 mastering， 然后发片，我都在，然后我也都亲自了参加很多重要的专辑里的一些部分，所以你要我选我最喜欢的歌曲太难了。我对这一张专辑里很满意，对，我觉得有达到我一开始对我下一张专辑的目标，里面也有收录新歌，中文英文歌曲都有，希望大家听 Romance 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整个专辑的情绪。